Hello， 米兰孔尼基瓦队长的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被称为大阪厨房的黑门市场。我跟文当是第一次一起来黑门市场，想说有没有办法挖到一些美食。那大家跟我们走吧，试试看 ，Go！ 最后一根刚好被我们买掉了。店舗はカニカマです。で400円でこんな大きいの。しかもその場で揚げてくれて熱々が食べれます。そうそうそう、その場で揚げてくるのもともと冷めてるかなと思ったんだけど。じゃあ食べてみます。はい。聞こえますかこのサクサク。でっかいよこのカニカマ。しか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あ、海の味がする。ね、海の味する。好大根哦，好的，美味しい。400円の価値があるね。ね、あるね。高いと思ったけど。嗯。美味しい。因为黑门市场有名是海鲜，所以我们想说一定要吃看寿司。然后我就点了这种是一罐一罐分开卖的，这是鲑鱼寿司，一罐是200日元，它算是寿司里面比较高价的。然后因为它上面有帮我们淋酱油啊，就是不用再另外沾，蛮方便的。好，一口。嗯，多。嗯，好厚哦，然后它的油脂分配的很均匀，很好吃，更好吃。嗯。めっちゃ油が美味しいよね。トロトロ。うん。すごい甘みもあるし、口の中に入れた瞬間溶けるね。ね、ごーっと溶ける。うん。那第三样我们要吃的东西呢，是这个海鲜冻。因为我们刚才吃那个鲑鱼寿司太好吃了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吃他们这家海鲜冻。现在。哇，めっちゃうまそう。嗯。那个鲑鱼软在嘴巴里面爆开了，很好吃。它那个肉跟刚才那个鲑鱼是同一种肉。ここのご飯で普通のご飯と違うんだよね。甘い。お酒入ってるか。うん。お酒入ってるか。うん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プリプリやね。ね。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吃日本炸肉饼的人，但是我看网络上说黑门市场的炸肉饼很好吃，所以来买买看，就还蛮好吃的。然后里面有那个洋葱啊，还有肉碎末，所以吃起来不会说那种很死咸，就有洋葱的甜味，好吃。我感觉。嗯。玉ねぎがいっぱい入ってる。そうそうそう、さっき玉ねぎの話。そう。对呀，这。あとちょっとサクサクだね。あったかかったらもう最高。最后一站呢，想说吃甜的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很特别的甜点，是这个いちご大福。一口で行っちゃうの？一口で行っちゃうと思うんだけど、でも多分めちゃくちゃ汚く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。食べてみます。一個もらって。意外で。我本来以为它会死甜，因为它的馅啊，其实本身是蛮甜的，但是因为吃水果咬下去会有那个水果的水分，所以吃起来就是很刚好，是有点清爽的感觉。めちゃ口についてるよ白いやつ。本当。マッチしてる。いちごの酸っぱさとカスタードの甘さ、これがうまく噛み合ってる。普通に美味しい。我们现在吃完五个东西就已经蛮饱了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吃下去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吃的东西都还算好吃啊，大家来黑门市场可以试试看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呢，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铃铛接收最新的通知。然后呢，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在这里。等等，对，口技，我的 Instagram 在这里，我日常更新又更新在那边，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哦。文当一当那一个啦。那好，到次见的动画再来，希望秀，拜拜。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ルーちゃん、ルー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おすすめの動画はこちらです。